基督教青年会发布一套讲述青少年北上滥药的写实纪录片，会方希望可以令到青少年认识滥药的祸害。影片制作是得到社工局青年禁毒活动奖励计划的资助，由一班青少年拍摄和采访，希望唤醒时下青少年认识滥药的祸害，以及停止北上滥药。会方仲建议增派社工到珠海开展外展辅导工作。